下去，山前厮打着未婚夫，一时间双方的母亲吵得不可开交，互相揭短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走出咖啡厅，母亲给小新道歉，坦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离婚，小新也不会被男友的妈妈。Not that side, but say hi. Coffee.